大家好，我是爱鱼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《原神嘟嘟可砰砰历险记》多重爆炸的轰轰妙法，《原神炸弹人泡泡糖》，《原神 5.0 纳塔活动攻略》。新出的嘟嘟可活动，类似泡泡糖。PC 端是左键放炸弹，右键引爆炸弹，炸掉水草可能出强化道具。鞋子是移速，炸弹是放置炸弹的上限，炸掉十个怪就通关。炸弹有友军伤害，会炸自己。四叶草可以回血，通关到。